这个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哎，这是我们这个艺术的四门基本功。您这几方面比较全面啊。不客气来说吧。嗯，反正您说说学逗唱哪方面都合格。唱的挺好吧？唱的是建成。哦，全知道他唱的不错，还可以。可是他这个唱的好啊。啊。分跟谁比？哦，跟谁比啊？比一般的当然是好喽。嗯嗯，如果要跟我比上，嗯，恐怕他还差点儿。啊，跟您比差点儿。嗯，这么说您唱的好，当然了。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什么程度？你晚上像这个场合，我不敢唱。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地方太小，恐怕我这么一唱啊，这灯泡能憋了。灯泡能唱憋了，音量大。您这什么嗓子？我也奇怪啊。反正据科学家给我鉴定了，说我这嗓子可以摧毁建筑物。真是炸弹嗓子，就证明我的嗓子好。嗓子好。对了，哦，您是演员啊？啊，对。您哪行啊？我是搞戏曲的。啊，戏曲。对对。具体的艺术？河北梆子。哦，河北梆子演员。嗯，您就是我们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不啊，我不在天津，我久站江南一带。江南一带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这位是游击队。没听过我的戏吧？不认识您。不知道我是谁？不认识。哎呀，我要提个人你就去知道。啊，您提提。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有个老艺人，现在已经故去了。嗯嗯，他叫银达子，听说过吗？那怎么不知道啊？银达子，王庆林王老先生吗？对对对，那太熟悉了。银达子不是外人。哦，银达子是？那是我师哥。呵，是您的师哥？师哥。哦，人家是银达子，我叫铁达子。铁达子。我们师兄弟四位啊，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啊，都是矿产。嗯，哦，好。嗯，那您具体是唱哪官的？我旦角。旦角。青衣花旦。您的啊，男旦。缺少少男旦少。嗯嗯，不过这玩意儿您看了吗？根据这位先生这线条来看的。我看您这不我们不禁止抚摸。出土文物。这位不是您这身条还真是像个唱旦角的。啊，就是旦角嘛。哦，唱旦角的。对对对对。那么您从江南到我们天津，您是什么公干呢？我来探亲。哦，探亲访友。我亲属呢就住在天津。哦，看完亲属呢，听说你们今天在这儿演出，哦，录像啊，我特意来看看你们。哦，谢谢。来，问问好，拜会拜会。有我见不到的，替我问候一下。我一定带到啊，您真客气，全是同行同业嘛。谢谢谢谢。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这就要走啊？啊，对对，我晚上大概是7:40的车吧。七点多的车啊？对对对，离现在还有一点功夫。对，这么着，先生啊，铁先生，我提点要求行吗？什么要求？大老远的从江南来一次不容易，既然您来到天津，到了这儿了，您白白走掉，我们太遗憾了。啊，这么着行不行？我代表在座的各位朋友，咱鼓掌欢迎铁先生在这唱一出，你看怎么样啊？哎，来来来来，让我们欣赏欣赏您的艺术。这个，我不是博大家面子啊。怎么？今天我还真唱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配角啊，就给我配戏的人，啊，他们全没来，就我一个，你说这哪行？哦，一个人没法唱。哦，您说没有底包啊？对对对，啊，这问题不难解决。啊，我跟您这么说，您看我是相声演员了吗？啊，但我也酷爱河北梆子艺术。哦，平常也唱几口啊。嗯，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今儿个我帮您唱一出怎么样？你会唱河北梆子？凑合着呀。那行啊，既然你帮我唱嘛，啊，当然以我为主了。那当然，我帮着您唱。行，那你选出戏。不，还是您挑戏。我不能挑戏。这怎么呢？我会的太多呀。啊，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问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一
万多出，那还新鲜，有这么多戏呢。嘿，我告诉你，你说我随便说出一出来，你不会，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怎么办？你说，不是，咱得考虑后果。哦，哦，您这是为我着想啊。好，那我就别推辞了，我不客气了啊。哎，我先点戏，你点戏。那么您看，咱唱一出《秦香莲》怎么样？秦香莲啊，这戏多好啊！这个戏人太多，不，咱不都唱全了，咱就唱当中一折。哪折？咱就唱沙庙那场。沙庙，哎，人少。沙庙我演谁啊？您秦香莲呢？旦角吗？旦角。你呢？我是韩琦啊。哦，你是韩琦。您在前头跑，我在后头挎着腰刀这么一追您，多好啊！对对对啊！我在前面跑，哎哎，我不能空手跑吧？啊，您的意思还抱两颗白菜啊？什么叫空手啊？我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啊？东哥春妹啊？啊，对对对。啊，这儿没有。您该给我找俩小孩。找俩小孩。他们只要让我领着就行。哎呀，哎，后头有李伯祥、杜国之，您能领着吗？啊，我领他们俩，我那叫什么事儿？您找那小孩这没有啊？那没有小孩这戏，那哪能唱？怎么不能唱啊？对了，我一女的前面跑，一男的后边追我。啊，知道这是秦香莲。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玩意儿哪行啊？怎么这出了流氓了？你看我没孩子，你说前面跑，你追我那像吗？没这俩小孩，这戏唱不了，反映不出内容来。那咱再换一出，哎，咱再唱一出，哎，咱唱出断桥怎么样？断桥，人少，俩人，我演谁？您白娘子啊。我去那白蛇啊，博蛇呀、啊！啊，我白蛇啊，对对，旦角吗？行行，那、啊、你呢？这您还用问吗？啊，我来那许仙呢？行，英俊的小生。你看有这模样，许仙啊！您看这模样啊，整个法海。您看啊，我招你了，不是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蹋了，你就这怎么唱？事儿还真多。这么着吧，嗯，我跟您说啊，我再点一出戏，会咱就唱，不会咱就拉倒了。不行，你点，我会的也不多，是吧？咱唱一出《分河湾》怎么样？你还会别的吗？你就会这个，会啊、嗯，就会这个，唱不唱吧？行行，哎，咱就唱这出，就这出了、哎，就这出了。你不会别的了？啊，对对对对，对粉河湾，粉河湾，粉河湾，我演谁？您呐？啊，您柳银环呢？我柳银啊，京剧叫柳迎春呢、啊，这我知道啊啊。你呢？我薛仁贵呀、啊，你薛仁贵，我柳银环，就这么分工啊。咱俩什么关系？这还用问吗？两口子。你是我什么人？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媳妇儿啊。这，是不是？不，这个事儿咱可有言在先 啊！怎么着？咱可就这一会儿啊，唱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是，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哎，对，您放心，啊、您跟我也不要您啊。行行，既然这样，逢场作戏。哎，对对对好，您帮着我把桌子往后搭的，搭桌子干嘛？把场面分出来。哦，啊、好。哎，来，好，您就放在这儿。哎。行，李先生，您看了吗？嗯，场面这算分出来了啊。好嘞，啊、这儿再来个椅子啊。这个桌子前头啊啊啊，这就为前台。哦，这是前台。桌子后头那为后台。啊啊，好吗？好嘞，咱就那么开始了。哎，您看您这儿有那什么没有啊？什么呀？哎，有那个戏服有吗？戏服啊啊，穿的那个啊啊，那叫行头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谁不懂啊？你懂吗？没有行头。你们这没行头。相声演员就大褂西服，没行头。那没行头怎么唱？素身就那么就活，就这么唱。哎，点到而已。那咱们得区别一下。那怎么区别啊？这么办啊？我简单的化一化妆啊。那行，那您自便。对，就得让大家看出来 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有道理，对不对？好好，有个区别。哎呀，各位，您今儿算来着了啊！铁先生从江南过来了啊，今儿要在这唱戏，我是傍着他们唱。您别听我，主要听这个铁达子，是不是？多年不唱了，这出戏、哎、啊。就我这么简单一化妆，嗯，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什么电影？有这么一日本电影啊。什么电影啊？叫追捕啊。看过看过。您看我像不像那真优美？
我看您不像真由美。我像，我看您像地雷战里那偷地雷的。什么模样这是？行行，就这样，就这样了啊。好嘞好嘞。还有一点我得交代清楚了。什么事啊？咱们场面得自备。什么叫自备？就是您上场的时候我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您打家伙，我们这儿没有那个家伙怎么办呢？用嘴学着。这我可不太习惯。一会儿就好了。那行，那您跪到后台。哦，那是后台。哎，您跪到后台。好，好嘞。这场呢您叫板。哎啊，您叫板。那什么，你叫什么啊？不不，这别客气，该您叫就得您叫。我叫啊，叫板。叫板。叫板。叫您，您别开玩笑啊。您这么单堆可不行。怎么？这有句台词啊。什么台词？丁山儿该来了啊。哦，由这儿开始啊？啊，对呀、啊。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交代。哦，这怨我了。咱从这儿开始、啊。你说由这儿开，我就。哎，就从这儿开始啊！您来吧。丁山儿该来了。哎，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这该、啊、您这喊冤来了。啊、就把您这么干枯呲咧的，多难听啊！那怎么办呢？您得有怨呐、啊。我谁有怨？您。我不能有怨。怎么呢？今年没我的指标。计划生运呀、啊？什么运呢、啊？什么运呢、啊？运调之运。运调，你就得这样。丁山儿啊，该来了。明白了吗？这么个韵，这句是你唱我唱，您唱啊，我唱你干嘛给唱了？不是，我这不告诉您吗？废话，我铁打我用你告诉你。你这叫什么事儿？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唱不新鲜了，你来个先入为主，对不对？我不是这意思，我告诉你，表现自己，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行行行，这个角儿，人主要听我，你来吧，行。哎呀，这倒霉嘛，这。你挡着我干嘛？这怎么叫挡着您呢？各位，您看着，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拿这挡着我，他不让您看，你说这人多自私！您可能理解错误了。怎么了？我告诉您，您这句是门帘倒板啊啊，我这么一挡呢，这就好比是那门帘。哦，这是哎门帘。哎，门帘，这是竹帘子。你管他那干嘛？道具啊，来门帘倒板啊，哎。丁山啊，怎么了？丁山，丁总摸我脑袋了，没什么毛病，总摸我脑袋了。你讲理不讲理？我怎么不讲理啊？你这是什么呀？这不门帘吗？我扶着点门框。怎么出来门框了？没门框啊，好好唱啊。丁山儿哦该来了，闹猫呢这儿。带带带带个铃带铃铃带大起带带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里个咚。丁山儿哦该来了，哦哦，抬抬抬个铃，抬铃铃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个咚。你总往回跑干嘛呀？这不唱戏吗？是唱戏，到台口你唱啊。啊，对，这有四句词你唱啊。啊，对对对，这有四句唱四句词啊。对对对，头一句是这个我爹汾河湾前去打雁。以前你告诉我干嘛？我知道这是头一句啊，知道唱对不对？唱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那当然啦。二句是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这二句的词他说出来了。你这人怨我。那个三句，嗯，三句咱改句词行。你改它干嘛？三句词不好。怎么不好啊？对了，那个咱改一句啊，这个计划生育没那个，没那个啊，瞎改啊。那怎么不好？三句词不好。蒋生坐着在窑门以外，怎么不好啊？我您说这是四句，三句
那么这四句呢？一句不会啊！四句是，等我儿他到来，好把饭餐餐哎，餐餐什么？就是吃啊，对对啊，吃餐一样养他来啊。冰山儿哦该来了哦哦得得得个铃得铃铃得大气得得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哎呦我的天不是您怎么意思怎么意思这是不是我店里来卧鱼没卧好不您甭卧鱼您待会儿卧槽得了啊、头一句什么词儿头一句、啊、我的儿啊对我的儿那粉和碗铁达子浅的起大烟铁锈味儿天到了这般事不见回还李根东将身儿坐之在窑门一里啊不不外外边有蚊子嗯有蚊子也得唱外窑门以外嗯当我女儿她到来好把饭安吃啊餐吃西餐我西餐了妈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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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这是让我收板让你收板呢我领会错了你以为呢我认为让我再拉七个过门的我要这么多过门干嘛当你该浪的当人归做事当太短了剑当射死了万童明染了黄泉你着凉了是吧怎么光等等啊这什么过门这都他的母相儿难得见他的母相雕儿也难得团圆正催马来永无看见一位大嫂坐在了窑前甩灯里安下了马我见了大嫂李当先大嫂请来见礼没听见下边再来来大嫂请来见礼可能趁着我回来晚了大嫂请来见礼你怎么回来要死了是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见礼你总有事干嘛不你这给我见礼呢啊我以为你向我追求呢倒霉人见礼说话我说话啊冰山还冰山我撒两天石头就好不好我说什么呢跟我还礼怎么还礼你说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实力为何、哦、还是那老词儿啊告诉你就老词儿啊大嫂进来见礼啊还礼还礼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实力为何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此乃天津市天津市这可不天津市龙门郡这改龙门郡了改的干嘛就是龙门郡啊龙门郡此庄你啊这个离水上不远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不远什么豆腿这不是大王庄大王庄在河东呢那个大王庄
戏里头也有个大王庄哦，啊，大王庄，大王庄上爬起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又名不知，又名不晓，全不认识。那我还问什么劲儿啊？我说，你得说有名便知啊，又名便知，无名便晓，又全认识了，不对啊，又名无名我统统日本话是。告诉你得这样说，我怎么说？你这样说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啊。又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但不知是一位。咱俩换个你呀，给我坐去吧。干嘛呢？你这砸夯来了。哎，你说我跟你说。一点感情全不懂啊，早晚跟你离婚。我根本就没打算要你，他不懂得疼人呢。你这玩意儿出来大嫂进来进礼啊，换礼换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婚。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此乃龙门郡，此庄呢？大王庄。大王庄上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那就是刘员外之女，袭人归之妻刘世音呢？坏。啊怎么你问那刘印花木真是这早指不到这个什么味儿啊